男人一定要有红粉知己，但是要拿捏的好，不然会挑战你。红粉知己怎么样？你觉得应该是要有一个的吧？不可以，你不可以，老公，你准许你老公有一个红粉知己？当然不准啊。可是男生好像，可是男生好像都认为没什么。那男生会分那个轻重，你知道那种交朋友啊。我承认，怎么一开始我就想要冲过去拿下黑人？你为什么一直结巴？我承认我没有立场讲这些话，因为我资历非常非常浅，智慧又不高，我必须要靠来宾他们，好虚伪。其实这个话题实在太……哎，这个说实在，这个没有弄好，真的会吵架的。吵架就算，万一走到尽头分开都有可能。你知道我们今天的来宾跟我们的天台有特别 settle 的。来宾纯男性，因为蚊子也算是中性，然后我们的天团纯是女生，真的那些男生都不在了。哦，今天等于算是要有点对女子军团，因为我觉得男生跟女生有对立的那种感觉吗？对，有，准备好了，交换意见，好。男生跟女生对这件交换意见，你个人是站在什么样的立场？答案是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吗？不是我没自信，我就是觉得不行。如果他把你们两个之间的话心里话跟别人讲的话，你会去剪掉他？哇！可是他没有碰对方，他只是心灵的分享。那也是神交啊，也是一种精神外遇、啊。没错，对，这里不行。当然了。那你剪他哪边？头发。之间有纯友谊吗？嗯啊，首先我们看今天的第一位来宾，他我觉得他一定就是战神，要叫很多红粉知己神功一领。哎，大家好，朋友没有性别之分，红粉知己也是我们的朋友，请珍惜红粉知己。什么意思？太严肃了。好，第二位是大牌艺人，都爱他的超级经纪人蚊子。只要身为人都一定要有知己，有知己才能伴随你一直走下去。啊，但你的知己可以，你是女的啊，一瞧就是女的，要怎么办？对啊，对啊。好，接下一位是记者界的小柯南张忠谋。是观众朋友，我们男人只要能够控制好上面跟下面，就算有100个红粉知己，我们也不会乱来，因为我们有一颗纯洁的心。但是能控制好上面跟下面的，就不会是男人。一定可以的。好，好，接下来下一位是皮笑肉不笑的冷面笑匠，胡笑成，笑成哥，大家好。你可以有红粉知己，但前提是你不能有老婆。哦，中了，哎呦，那这样子，加一了，你是故意讨好的吧？对，笑成哥，没有，我讲真的，你今天立场是会站在哪一部？红女生，他之前是替女生讲话。人都要交朋友，这个一定没有什么问题。但有时候你的朋友一定会，有时候会有女生在，但我是觉得是你要有自己的分际，对，有些人会搞不清楚那个分际在哪边。可重点就是有时候月朦胧鸟朦胧，那个分际就不见了，很危险。那先问一下好了，因为老师是绝对不可能的嘛，不可以。比方说我们两个举例好了，我们有同事的情谊，对不对？对。可是我们在工作同事之外呢？我们还常常约见面聊天、okay 啊、谈心 ，OK 啊，很棒啊。我不要，我不行。怎么又不行？为什么呢？又没有干嘛？有鬼？那你觉得你在月朦胧鸟朦胧对黑人哥会有遐想吗？会有邪念吗？啊、我觉得人凡是人都是七情六欲，应该避免这样子的诱惑陷阱。我就先约你去网咖打个电动了。我不去啊，网咖打电动。他去漫画网咖。你说那个 T 台。我觉得重点不在于去的第一个地方，是在于你们在漫画王看完漫画之后，搞不好就跑到大家河滨公园，这很难讲。柯南，不用啦，光是在 T 台的地下停车场都可能产生情绪。我今天老师，我本来车子停两边嘛，互相说拜拜。老师有拉回来，我忍不住了，我忍对，忍不住什么？老师，我这不是湖州的，像之前也是好几个民意代表，不晓得为什么他们特别哈内湖的这个彩虹啊，还有大家，都是本来有没有谈一些问政上的事啊，谈一谈就不小心就谈到那儿啊，本来谈到那儿只是想说避开。耳目看是不是能够谈得比较、欸、他们想走到逃离这喧哗的城市，这样听一听你们立场
场不坚定，也就是说红粉知己就会走成这样。不会，对吧？我刚一开始就讲极端的特例，对，那个千万不能发生。而且这就不叫红粉知己。我刚一开始就讲，我说是要控制好上面跟下面。你看，他们出来是本来是要用上面思考事情嘛，对不对？啊，结果后来呢，就不晓得怎么了，可能是放纵了下面，对，就放纵了下面。你这句话接得不错，要不然就是要让自己啊，怎么样，你知道吗？就是人如果渐渐的老化以后，就算因为你说要控制上面跟下面嘛，对，你老到一个程度，就算你上面有想法，下面却没办法的时候，那就会变红粉知己，那就 OK 吧。问一下天本，今天都是女生嘛，你们认为？你们自己可以能接受另一半有红粉知己这件事吗？圈还是叉？哎，还是有人赞成啊！哎呦，有一个，几乎99.9%。小姑是为了有，但小姑是没有办法，一定得接受，因为男生就是天生会有一种心理，你越反抗他，你越要他拒绝他做这件事情，他越要去做，反而还跟那粉红知己越变越好。所以我没有办法，我必须得接受。但是有个前提下，我也会跟那个红粉知己当成好姐妹，我会去了解他，因为我没有办法。对，爱保养。可是我要反驳小姑。我们人生很多事情计划赶不上变化，古语说得好，红颜祸水，很多事情都是潜移默化的。我相信你再怎么防范未然，如果他们两个真的要串通起来骗你的话，到时候你是笨蛋，你是阿呆，你会被蒙在鼓里。你有没有想过这一点？所以我们应该是趋吉避凶。教训起来了呢，真的我没趋吉感觉吗？趋吉避凶，你必须要把那些可能会发生危险的因子拿掉之后，那是不是后面就 OK， 不会衍生那么多问题出来，你也不需要用这么多心机啊。可是小姑她讲说，你越压她，她越要去做这个事。你男朋友真的是把你吃定了，就没有办法，因为你真的越压他，越跟他说你不准跟他出去，不准加电话，他反而会偷偷的出去，偷偷的去跟他联络还是怎样，那还不如就只好答应。那如果这样子的男人，你可以不用要啦。嗯，可是他就爱到了，他就爱他，你心太软。所以我们来问问来宾，男生到底是真的把他当作无话不谈的知己，还是备胎？搞不好也有一点那个意思。没有，很多人都说为什么要红粉知己，不是要有，那是自然而然就会有的。工作也好，我简单说明一下我的一生好了。没有了，而且没人要听。你快转。有有有，哎，你有一段很精彩的红粉知己了。好几段，我不晓得在讲哪一段。我从我们那个在职场上工作以来哈，那就会认识女性的友人，那他们就渐渐的形成我们的贵人。好，那我就说回想我这一生哦，我几次事业上的转折或者有点小小的成就，哎，都是哦这种女性友人呢，好他们的帮助，好这帮助我精神上的，甚至还有金钱上的。哎，男性的友人哦，你要跟他借30万、50万，唧唧歪歪的讲一堆，讲一大堆借口，扯到妈妈那边去。女性红粉知己哦，她不求回报，她也没有要跟你干嘛啊，人家哎，人家是哦，真的吗？很急吗？都很急，2个钟头过后钱已经汇到户头。所以我们的红粉知己是可以好到这种程度，啊，也不用干嘛吗？没，真的不用付出肉体，真的。我们曾经啊，我跟你讲，我们曾经一起去南部，啊，然后因为是他走在前面 check in 的，我正好因为那个柜台问几间房间的时候，我正要搭枪的时候，那个他已经讲一间了。那我心里想说，一间这什么意思？南部，但是他都讲一间了，我就不好意思再去把它更正成两间。对。结果呢，那天晚上呢，我们还是躺在床上，但两条棉被啦，不会是一条啦，一条就脏掉了嘛，就两条。然后也是聊天啊，好，然后一夜呢无眠，然后就一直聊天聊天聊天，也不会发生什么事情，不会有那种。不会有那种情愫啊，搞搞互相也不会发火吧？他长得是什么型？哪一型？他长得其实还不差哦，长得还不差。对啊，就是不会发生任何事情啊。那有时候在我们人生苦闷的时候，为什么会打给他？那种默契呢，就不是老婆或者是女朋友。松柏哥怎么一脸觉得你是欧兰？真的，那种感觉就不是老婆。没有，我感觉这个女的一定很老。那种感觉，我不是你跟我讲，那种感觉就不是老婆或者是女朋友可以取代的。好，比方说。好，我们可以好到什么？打电话给他，是不是啊？他也是跟你是不是啊？然后你跟他说怎样怎样输了哈、
因为外人听不懂在讲什么，对呀、啊，输了啊，然后他就讲说，对呀、啊，王健林今天有点挫败，好，对呀、啊，怎么样？我们就是可以很自然而然的，那我就跟我老婆说，是不是啊？你有病啊？什么是不是啊？跟老婆有时候不能用这种方式，对，啊，然后话题不同，比方说像我喜欢研究历史，我如果跟我老婆说，哎，老婆，你知道那个秦始皇如何统一六国？我关心秦始皇干什么？我自己都管不完，还管到秦始皇去？可是同粉知己，他就会跟你哈，真对呀、啊，他怎么样怎么样哦，当时怎么样怎么样，春秋战国我也很熟啊，我也有都看秦始皇秘辛，我也可以跟你聊。所以就是说，人生有各种不同的功能性的朋友，老婆就是老婆，老婆是跟我们一起然后。患难与共，然后这个啊，那个是那种的朋友，聊天的朋友，有喝酒的朋友，有干嘛，有打球的朋友，干嘛的朋友。所以红粉知己是我们朋友类型当中一种，啊，只是说因为她是女的嘛，那你不能因为有女的就戴上有色的眼镜去看待她 ，you know？ 没错，嗯 ，you know。可以问玉林哥吗？如果说你老婆啊，她有一个也是有，就是有一个男性红粉知己，对，然后刚好又长得像青山，如果刚好又长得像罗志祥呢？怎样？哇，玉林哥大气，罗志祥，青山，那我就爬上他的狗腿。你是打断雅雅的狗腿，还是小猪的狗腿？我打不到，我只能打到雅雅。对呀、啊，然后那个场面话、真心话已经呼之欲出了。对啊，那、啊、女生跟男生不一样嘛？哪有你看哪有一样？女生的自制力比较差嘛。哦，啊，我怎么得罪一票人？等一下。哎呀，在节目上公开说老婆欢，玉林哥你死定了。不讲的原因是就怕老婆误会，因为老婆就很欢，不欢就不叫老婆。有分好几个状况，你能接收到什么程度？你那个红粉知己，知己，知己，讲到这名字就很气，已经气到口齿不清了。有五种状况，第一种状况是说没空陪女友或老婆，却有空与她吃饭。这个严不严重？严重，严重。哎，如果有一种更严重，比如说你跟他看，本来比如说要看 MIB 好了。他说跟你没空，那他其实跟另外一个女性掉了。也很，我觉得看电影这个对我来讲也蛮严重。那个直接电影，我觉得看电影不行。或者你是很想去香港玩，他就跟你说那里多难玩多难玩多没有意义，结果后来有一天被你发现，他跟他的红粉知己去香港玩。不行，出港更香港，这个状态，对，这不是普通朋友，这根本就是。Kitty， 我下午打电话给他，然后问他说晚上要不要吃饭，他说哦我晚上没有空，然后后来我到晚上打给他，他说他在饭店吃饭，我就想说哦是跟客户吗？他说没有啊，跟一个就是红粉知己吃饭。我想说我下午问你，然后你说没空，重点是还去饭店吃牛排。平常我叫他去饭店吃牛排，他说什么我很会吃，吃平价牛排就好，什么吃到饱比较划算。然后他红粉知己就高级牛排。对，因为他刚讲成这样子，我也很怕会跟他讲。男的有时候怕讲会生气，会不会是因为你平常就是这样子，气势是比较高？因为我是因为气氛，我平常人很没有没有。这个要反驳，这个要反驳一下 Kitty 啦，因为这种类似这种状况有发生过，那是说同本知己，同本知己就是我们的普通朋友的意思，对不对？然后呢，啊，普通朋友呢，我们需要应酬交陪一下，我就跟你约好礼拜三说，哎，好久没见面了，我们一起去吃个饭。啊，那碰巧礼拜三的时候，女朋友或者是老婆，她也跟你如说要吃饭，然后你跟她说很忙哦，不行哦，那你为什么不愿意跟她坦诚说，我跟那个人有约了，是因为讲了她会生气吗？没错，不讲，那怎么说很难？男生有时候会怕这个，所以懒得跟她啰嗦。那个内建喇叭超大声，你然后，然后呢，如果那不幸的话，你晚上就跟红粉知己去吃饭了，然后被老婆或者是女朋友的朋友看到了，或者被她亲眼目睹了，哇，就被跳到黄河洗不清。他就认定说你跟他有染怎么样怎么样，而且从头到尾我们也只是吃饭聊聊过去。男生的不讲的原因是就怕老婆误会，因为老婆就很欢嘛，不欢就不叫老婆了。哇！你觉得他是歪理是不是？不是，所以我爱我老婆的欢呢、啊，因为女生欢你是一种美、啊，嗯。但我认为还是要讲实话，我认为一定要讲。不能因为怕被骂就不讲啊。所以应该怎么做是最好的？我之前就是我老婆说，哎，录完影了没？我们晚上去士林夜市，啊，然后结果我也说好。啊，录完影的时候，结果就同业那位女性同业呢，录完影她就狂哭。
为什么？因为他那天一心情一直都很差，就是跟安娜达闹别扭，然后狂哭。啊，我就看他就觉得于心不忍，我帮他背着包包，他还是一直哭这样子。然后结果呢，我就抱到旁边的那个咖啡厅，那个内湖那边嘛，咖啡厅。我不晓得他会哭这么久，哎，哭了两个半小时。哇！所以明显的就是我跟我老婆那边 delay， 我就用花 CV 传给我老婆说啊，那个谁谁谁在我面前一直在哭，一直在哭这样子。可是我就是老实说。啊，我老婆一开始真的也蛮不高兴的，因为她已经 settle 好了，就等着我带她去士林夜市。可是后来渐渐她发现说，哎，蛮难得的，你竟然就这么实话实说啊。所以后来她只要知道说我跟她之间的一些互动，她就不会计较。所以我觉得老实说很重要。那你老婆的灾难快来了。好，我们来看一下，老实这种情形，中国的建议是有一天会对坦白从宽，坦白对不对哈？所以我们看第二个状况什么呢？生日送礼，送他的比送我的都还用心，这个为什么会不能接受？这个严不严重？小姑，我自己遇过，就是因为男生不喜欢逛街。有一次我男朋友就很开心说，哎，小姑，我们今天下午去逛街。我说哦，好啊好，就很开心。然后他带我进去 Tiffany 的店，我想说哇，好好，要送我项链，我就很开心跳，就说这好不好看，好不好看。他说嗯，很看，很好看啊。然后我们就很开心，也付了钱。付完钱之后，我想说哇，好棒哦。我就一出去那店，我就整个就抱着他撒娇说，老公谢谢你，对我真的超好的。他就默默说一句话说，哦，那个是要送给谁谁谁的啦。哦，你做示范，哇塞，这我难以做示范啊！一定有鬼，对，摸摸鼻子就脏，这个我有别，好糗，这样我就直接拿走了。可是我觉得男生很白目，对呀，这个有别的可怜哦。因为有时候男人比女人更有事业的野心，也许他这个红粉知己在事业上某个关键点对他是有帮助，所以他会做这件事，是这样。而且我还没讲完，重点是他送我的生日礼物是一个没有牌子，而且项链最后戴的很邋遢。我跟你讲，他对女生有一腿。你这个是他是你那个的，他那个你是他那个感觉到太银的，啊，你那个是包银的，我这是戴的手还会过敏，好了，对，有腿，有腿呀。那个红粉知己是他认识五六年的好朋友，那你应该交往很久了，是他未来一辈子的呀。那个 Tiffany 吗？哎，没有 Tiffany 对女生有另外对有一种色，那是一个很大的红色的盒，对，那个缎带在绑上，对，白色的缎带，哦，真的，一种真爱的象征。反而你要去拆的时候，还被写着你手不要去，这种感觉到。先偷捏菜的时候被打手呢，对对，哎，跟你讲一个真实的例子，不是我先说。Tiffany baby， 有一个男人呢，他爱一个女生，是，他就是得不到她，可是他真的就是一直爱她。后来那女的嫁给别人了，也结婚了什么，可是这个男的就一直爱她。然后他后来也是有自己的老婆。他的情形就是这样子，他虽然有自己的老婆，可是他其实一直爱的是，有自己的，就是真的，他心里有别人。然后我不要说是谁，是跟我很亲的人，所以我知道谁啊。结果呢，这男的每一年生日都会准备礼物给他一直爱的这个，哎呦，啊，对方收不收？对方收，对方的感情家就是爱情故事，对方的感情家庭有任何状况的时候。都会跟这个男的聊天，可是没有逾矩，这就是重点是他老婆能接受吗？这算精神出轨啊！这算精神出轨啊！他原配知不知道？他应该不知道。他不敢讲，你不敢讲。我不能讲。你知道那个人就看电视。不能描述的太。有一种情况是原配也知道，但是原配跟那个人的先生也是每年都干这种事。也是太复杂了，你弄得很像八点档的本土剧哎。对，我回到小姑的家吃点，对，大吃真是爱丢卡餐戏，真的也是爱丢卡餐戏，分得好。会不会他跟那个在一起？最后，这我后来就没去追踪，一定在一起的啦。你们认为会在一起？我觉得会，我觉得一定的啦。搞不好在一起，然后他就整个把我的 Facebook 给封锁，所以我根本不知道他到底怎么了。哎，有啦，有鬼有啦。对，我对浩成哥。而孝成哥最好奇，你一直皱眉头是什么意思？你觉得是？我是觉得小姑你是台湾苦情女性的代表。我觉得现在很少这种。对啊，真的啊，这个已经到远古时代的时候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是傻吧？这算极品哎，这样。我有遇过一个我同事，
他也是这样个性的人。嗯，然后而且他是他这个他的时间序是倒过来的，然后踢爆他的竟然是我，因为我当时真的是不知情。是这样子啊，那时候我跟他还有一个主播，女主播，我们三个人共事同一个时段。我们的新闻是这样子，就是比方说我们三个就一起搞好这个时段，所以我们三个人的感情就会特别紧密，有革命感情。然后结果呢，有一次这个因为这个女的是单身，她有一次就讲说，哎呀，明天她生日，然后她都没有男朋友，然后她说都没有人送她花，啊，我那时候是听听而已，我也没想什么。就第二天，她桌上99朵红玫瑰。其实99朵也没有说很多啦，能力范围是 OK 的，99朵，就是谁给的，就是我们这两男人那另外一个就给，大家好朋友嘛，就99朵，对，好，这事情就没了没了。后来啊，又来了一个新的女主播，然后这个新的女主播呢，有一天我在她的桌上就发现了20朵的红玫瑰，然后我就过去，我就说，哎呦，谁送的？她就说。哦，就那个长官送，就我那个好朋友送。我说哦，我说他很喜欢送女主播红玫瑰嘛。上次他送蚊子是99朵，这次只有我知道哦。我先讲一下，这次只有我知道，因为我们那个时段是比较冷门的时段。然后呢，他送你才20朵，哎，大小眼哦。那女主播变脸，翻脸。对啊。然后当场就气冲冲站起来。然后就冲去那男的位置，然后就看他们两个就旁边，怎么会这样呢？他是没有问题，他是他的，他是他女朋友。我跟你讲，在这一行常常，你把自己女朋友弄过来当同事或者推荐给这个电视台，哦，你是不知，不会跟别人讲，通常大概只有人事知道，我不知道。当下那反应，你马上知道自己出车。我一看到他这样，我就知道，啊是呀，他们是男女。我有一个女生的朋友，就是像小姑这样，之前就行不忘，后来她整个大转变。我真的觉得所谓知不知己什么，那都不是重点，因为女生也有男生的朋友吧，那你们互相一直在那边猜忌拉扯，这何必？所以她干脆创造自己的价值。你要买 Tiffany 给她是不是？我就是有人送我 Diamond， 怎么样？你知道，就是我跟你讲，这个才是高招，而且男生开始会紧张，就是你怎么会有青山之交？我当然有红粉知己啊，我知道那种感觉，因为我们真的也很干净，所以我相信你也很干净。我那朋友后来的男朋友，乖乖，乖乖跟他。我以为你要唱歌嘞，因为是乖乖彪彪彪。我以为你要唱歌嘞，因为乖乖。我突然学文字，博学多闻嘞，我现在知道那叫青山之交。我刚刚也是制作单位告诉我，因为我一时也是那个青山之交。对，就是。钟伯哥比较知道断袖之癖，彼此都有交朋友圈。所以状况二，玉林哥教我们就是，你真的要这么做，不要让老婆。我觉得不要明目张胆啊，那你越低调越好。那你不是在找架吵吗？就偷偷摸摸去干吧，不要在办公室。对，不要在办公室。尤其是你的女朋友或老婆跟你的红粉自己在同一个办公室啊，不要出现这种。然后该封嘴的要先讲好，不然我不知情我就帮你。还是要用点脑袋哦，不要说我就无所谓，这起码是一种尊重嘛。对。好，我们看第三个状况是聊天。抱怨跟诉苦都找他，这个不行吗？不行，不行，你怎么跟你说跟别人讲？对啊，激动到飞起。不是啊，那我问你们，那跟你说你们听得懂吗？比方说我举例好，比方说爱保养是我的女朋友，我举例好，他说为什么跟她在一起呢？因为我们两个有缘分认识在一起了。可是你不可能甜蜜期的时候讲话都蛮和颜悦色，对，但是你不可能100%了解我嘛。然后结果呢，我遇到了这个了解我做记者这行，比方说截稿的压力啊，长官的要求很机车，长官很机车，然后长官皮笑肉不笑啊，什么等等，就蛮了解你。他对很了解我，我只要跟他讲说，你知道吗？哎，今天下午他竟然我做两条，哎，我今天如果跟爱保养讲说，你知道吗？笑仁哥今天下午叫我做两条，两条什么？香肠哦，对，香肠哦。可是我今天只要跟我的同事红粉知己蚊子讲说叫我做两条。我只可能说、啊、好辛苦哦，对，他就说做这么多、哦，哎，一条就很硬了哦，什么之类的这样子。可是很奇怪，你们有男生同事，这不能讲吗？为什么一定要女生？对呀、啊，因为我是对你真的一些情绪反应有所疑惑，所以我们去问同样是女性，比方说我们对老婆的那种情绪期盼，一旦怎么样会生气？我来问薛老师，哎，你们女人啊，很奇怪的，为什么那样那样那样，她会生气？你的错，你的错，你老婆反应是对的，对，对、啊。比如说这样可以吗？就说吵架了，
他自己很闷，然后跟你一个好朋友，比如你们共同的朋友讲说这种事情，不行不行，这是大忌嘛。而且那个女的就会知道那个男的弱点，对，可是就会转攻。可是我有，啊，你怎么知道那个女的有这个意思想要篡位？有种男生是很奇怪，他会把这种他女朋友的很多缺点就跟那个红粉知己讲，好像常常会发觉那个红粉知己比这个。这个男生还更了解这个他的女朋友。孝生哥，你加入我们这边。这种不行。可是我知道有一种状况啊，我知道有一种状况真的是，那个男生跟这个女生真的是完全就是已经吵到一个，就是不晓得到底女生的那个疑心病还是什么不安全感太重。我真的就不是我啦，我朋友真的就只是纯粹想知道，比如说，好，我女朋友是巨蟹座。茉莉刚好也是巨蟹座，我真的只是想要问你们到底在想什么？巨蟹的女孩子在想什么？对，你们到底在想什么？乱讲，男生不相信星座，那跟星座没有关系。你们自己在讲，男生不信星座。但是男生相信八字啊。对。就是真的只是想要问到底在想什么？真来问一下。讲一个最有名、全世界知道的例子好吗？查理王储。哦，对呀。他的红粉知己卡蜜拉，最后戴安娜就受不了，而且还篡位成功。对呀，这就是历史的见证啊！还有一个经典的，你知道 Bill Gates？ 那你要想，也有可能是戴安娜，他 Bill Gates， 孝成哥知道，戴安娜就是不了解她老公嘛。那你为什么要娶她？对呀，娶红粉。查理王子，你就牺牲另外一个女人的幸福，你就不应该娶她。对呀，自己的王位，他自己的一概而论呐。娶亲就是要生活一辈子。像我就曾经有发生过，就是打电话给那个男朋友，然后结果是红粉知己接的电话，然后他就跟我说，跟我说什么他现在心情不好啊，因为你都不了解他，然后都不听他说啊，然后说明明他就一开始都没有跟我讲，然后也没有就是问我或什么的，然后反而是那个女生还就是跟我讲说，哎，你要多关心他一点呐，然后这样会不会让你更火？你要更火呀！是挑衅我吧？这样会更火吧？当然，会更火。但是人家也是好心啊，玉林哥，你哪是好心？哎，冰哥，冰山之交。如果你打给你老婆，是一个男的接，比方说是你接的，如果罗志祥接的，罗志祥好了，还是奶哥接，奶哥我不会剪那样的。罗志祥好了，哦，比如他就是罗志祥接说，哎，冰哥，他现在不方便跟你讲，他人在我这边，他刚跟我讲说他心情不好，因为是烦。我球棒在哪里？见面黑人就如临大敌，是。就是罗志祥接着，哎，运哥，他现在不方便跟你讲，他人在我这边，他刚跟我讲说他心情不好，因为是烦。我球棒在哪里？我会问两个问题，第一个问我自己球棒在哪里，第二个问他们你们在哪里。没办法接受，如果有男的接的话，这个。我有想过这个问题吗？我觉得那个刚 Yumi 讲那个真的有点北吧啦，猫哭耗子，有点北吧啦，我高血压哎。那碰到这种状况该怎么办呢？诉苦，所以我就很想请教一下 Yumi 哦，就是当你的男朋友去做这种事情的时候，最早一开始跟你抱怨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你一定是啊，这个东西就是那种敷衍，或者再不然就是那种说啊，这个东西我不了解。没有，不是，其实我都是就是，其实我个性啊，我是会倾向就是会听你说的人，很淡定，他我都会去问说你最近是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怎样怎样，可是他反而是不会讲，他会觉得说我还要再跟你解释一次。跟你讲没用，对，别人已经就是比如说好，他的知己已经认识比我还要再久了，他可能就觉得说，哎，我知己比较就是对这件事情都会比较了解，那我现在才开始跟你讲，我觉得好麻烦哦，那我不如就跟我自己讲，不要跟你讲。哦，所以他遇到的麻烦都还有故事跟历史性就对了。对，那他就会觉得说跟你讲好麻烦呢，你又不懂，然后要还在解释，从头到尾再解释一次。你就趁他哪天心情好说，哎，麻烦你把这个麻烦哦，十年前到现在一次讲清楚。我有试过，可是他就会回我说，他说好啦，那有空再我们两个再讲。然后那个有空就是渐渐时间越拖越久，那是你们吧。那是你们不可，对啊，真的是不可。因为我过去曾经有看过一个，就是我一个朋友，他跟他的那个就是所谓的太太之间的相处模式，跟你的状况很差不多，但是他的太太的情况就是，也是这样，就是一开始是耐着性子听，可是听到最后的时候，你知道，有时候男人哈会很怪，你知道吗？他会
他会不断不断的，就像我们上楼梯一样，越来越高。他一开始跟你讲就是说，哦，这样这样这样，然后啊，好可怜，你真的好惨这样子。久了之后，他说就这样而已哦，你就只有跟我讲你好惨，你好可怜，你应该有表示一些什么吧？这样。问题是我这个朋友他是玩金融业的，他每天在讲那个什么衍生性金融商品，他老婆听到后来最后完全听不懂，那听不懂他就把所有的东西喜欢的就跟他的同本自己讲，没有交集了，就没有交集。我是觉得现在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那是一种危机跟警讯，那个时候应该要赶快去上网看一看那个什么那个股票怎么买啊，基金怎么买啊，这样子。哦，有一方至少要开始要做一些调整。我真的觉得要做一条，男生也是一样。如果女生有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男生你也要调整。嗯，我觉得男女生是平等的，对，我觉得人都一样的。今天我们女生如果很能干，男生也怕今天女生跟，比方说我来主持节目，这个环境，你看我现在从来没来探班。你老公明天也开个节目？没有啊，一样啊，就像我有去研究水晶指甲怎么做一样啊。为什么呢？跟我老婆有话题聊嘛。对，男生也要努力。你老公对你是放心，好老公香。你老公对你是放心，都不来。因为上次我们唯一一次见他老公是在吃春酒，第一次我看到师长握手，握手我超用力。太假了，然后拍你的肩膀，顺便给你贴一张纸。一张纸，哎，我手已经变这样了，哇塞。他就是有自信的那个做法，对，他就是有自信的，我根本不用盯着，不用看的，我就是有自信。我而且要来，你知道，二话不说，本来要来接，你知道，来来来，把那酒开始打开哦，不管，然后就哇，一打通关，大家全部傻眼，真的，好喝完又，哎，老师走了。很有自信哦。哎呦，我们看下一种状况是什么？所有话题常常围绕在这是大忌吗？这叫有鬼！这是大忌吗？这大忌呀！你不希望，就是不希望你一直你的另一半一直提到那个人。大忌呀！怎样怎么怎么讲？爱包的焦点。举例说，谁的穿着很好看，你可以学学他。他最近剪的发型不错啊，哎，他的什么观点我觉得很好啊，什么都是他很好。这样也不行，交往就去跟他就好了。男生这样 OK 就好了，男生的话题都是在他身上。没有，你那个保养姐，你误会了。什么保养？对，我自己的男人我怎么会不清楚？他有时候是说啊，你头发可以学他怎么样怎么样，可是并不是说那你不是说跟他交往就好，因为。你一定有那个人身上没有的，比方说他身材就是没有你好啊，他只觉得那个发型啊，或者他讲话没有你可爱呀。等一下，这有一个重点哦，玉林哥不是说喜欢读历史嘛？嗯，宋太祖赵匡胤有一个名言，大家有没有听过？我印象深刻，叫做“杯酒睡榻之畔，岂容他人酣睡”。啊，对。这是我睡觉的地盘，这是我的家，我的堡垒。一天到晚有一个女人的名字阴魂不散，这能不能忍受？所以你们不能欺人太好。所以你们都有性别的那种那个迷思啊。那如果他讲了，他讲的性别是男的，他都每天讲黑人呢，你不会怎么样吧？又比方说。他怎样之类的？他讲的说哦，他不要讲罗志祥，那差太远了。他说怎么差太远？他讲那个江东博好了。不然叫他说，因为雅一直跟你讲说，你应该学学李芳如的创意。你应该学学詹仁雄的基因。按到穴点哦。我每次会打断他的口水。不要动不到诉诸暴力好不好？哎，还是不行啊！我当听起来是你们蛮不舒服，不爽。还学学李芳如的鸡？我这里双重标准的就是谁？你有吗？但是我听你说男女有别嘛，这个有时候对男生要求跟对女生要求，男女哪里有别？男生不是有男生也是，他真的就是觉得没有鬼，没有什么，然后他就是他也不会看时尚杂志，他也不会什么，他只觉得说，我有个女同事橘子，她穿的那件衣服就很好看，我觉得你也可以穿那样的衣服，这样也不行吗？那如果我讲说我那个男同事好帅、好高哦之类，可以吗？有品味，他是我喜欢的那个另一半的对象。对，开口闭口就是我讲我那个男同事嘞，我打断你的包腿。不过。这一题哈，这一题我的立场就有点动摇。哦，这个因为我身边发生过一个故事啊，
话题真的都围绕在那个红粉知己上，真有鬼，你知道吗？这个朋友他动不动就是因为那个红粉知己也是个会在电视上出现的人，他每次转台，他就会跟他老婆讲，你看他讲话那个样子，看了就讨厌，他就常常讲这样的话啊。他老婆因为我也认识，他也跟我讲说，哎，我老公好像很讨厌那个女叉叉，哎，这样子。嗯，我说对啊，他也常跟我说他很讨厌他。就隔了几年，这个朋友跟他老婆离婚了，离婚喽，个性不合离婚了。据说啦，据他老婆告诉我，就说他觉得他老公就是一个很爱面的人。但是可怕的是，再隔一阵子，我接到的帖子，这个男的放帖子给我，他竟然跟那个他一直痛骂了，你至少骂了5-6年的那个女的结婚。哇塞，他就是其实对他有好感，越描越黑啊！哎，奇怪，我立场跟你们一样，你们也要好啊！而且一个一个讲好不好？我要全部一起讲。不过，光这一题来讲，应该。我觉得不要太白目，对啦，就是彼此啦，就是男生也好，女生也好，这个我觉得真的是大忌。你没听过那句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要是听你老婆一直在讲黑人多帅、多幽默、多逗趣，跟他生活多愉快，你舒服吗？好，现在我这四种状况我们讨论过之后，好像都情有可原。我觉得第五种没有人能接受。来，你看是什么？凡是以他为优先。你们这题目设成这样，那就不可能，就是绕出来。你从以前到现在都没有发生过这种事。发生过什么事？就以他有一个他出现。可是其实我今天听了在座男士讲法，搞不好我先生只是不让我知道。对对对。因为那个徐老师的先生是很有智慧的，这点大家都有共识。那有智慧的有共识，你怎么有共识？那有智慧的一定会把这种事情隐藏得很好，我就让你知道了。应该我不知道，抓到。因为老师是属于会牙起来的那种，踢小饼那种。对。你承认你是有事情，如果老公的事情你是会牙起来的那种，会吧？我是黑白分明那种人，就是爱我即爱，恨。爱之欲其生，恨之欲其死。没有，爱我是极爱，不爱我就是不爱。然后吵架的时候，你永远是要在强势，就是顶峰那边，就金字塔一定要在顶端。可是其实搞不好我是最下面的，对不对？会不会是因为这样，他不敢跟你讲一些事情？我猜。我跟你讲，言官府出后贼。阳光府出搞战。对，言官府就是很严的官府，那个贼都特别。高，你知道吗？特别厚，搞不好你老公就是这样的情况。你每天防他。玉林哥，你的意思啊？不是，你每天防他一仗吗？没，刚好相反，刚好相反。哦，刚好相反，因为我是。哎呦，给小朋友做参考。我结婚22年了嘛，我是无为而治。你知道胜有招，我从来不管，对，这个真的是高招，我真的发现我从来不管，然后从来不 care， 有自信，有钱，我又会赚钱，我又维持我的容貌，那你从来没有查到一些蛛丝马迹这样的都没有，老师不会，那我想。很危险，我回家要查一查。我们讲，我从来没看他的手机，我要查一下。红粉知己到底有没有纯友谊？看沈玉琳就知道。因为他不是我的菜啊，那如果如果我从来没看他的手机，我来查一下中国那个手机。可是讲真的，开始查你就是弱者。弱者了，我讲真的，最好不要查，真的。你查了之后，开始裂痕就出现了。对，那我觉得状况四跟状况五那个是根本就完全不 OK。就是你要吃药，就是你要完全都不要考虑那个，基本上来讲很容易就变从纯友谊变成超友谊。对。凡是以他为优先，这是完全不能容忍的。不能。女生 MC 来一定都会痛嘛。对。那有一次竟然我肚子痛到很不舒服，结果对方女生一打电话来说。我家马桶坏了，马上撇下我去帮他修马桶。他是水电工哦。对啊。这个好简单，简单澄清一下。那个你就先不要。这个有时候你女朋友是自己干爹啦，他久而久之就会干爹，他欠他吃饭。阿红粉猪知己。红粉知己那个就是朋友。好，我们人生都有这种经验，对咖爹也卡青菜啊，对于朋友反而就比较。这观念不对啊！男生朋友来家里做马桶话应该是找水电工啊，怎么这样
可是他觉得你男朋友能干呐、啊，对呀、啊。红粉知己没有其他的朋友吗？对啊，一定要。就算他没有，他就是把你男朋友当水电工啊！你怎么那么笨？那更可怕，危险啊！不然寡女管什么事？我们都知道水电工会发生什么事啊！男人真的太贪心了，你们要一个温柔体贴的妻子，要风情万种的情人，还要什么无所不谈的红颜红粉知己？要像贵妇，床上要变荡妇，心思越亮。太贪心了，然后可是女生呢？女生，哈哈哈哈哈！哎呦，我就是要证，我不是证明，就是我就是要让大家知道，结巴了，不是啦，我结巴，我就是要让大家知道说，只要你能够控制上下，你心术很正啊，然后下面你没有任何邪念，我认为真的就是好朋友。可是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我真的就把他当哥们呢、啊，真的把他当。因为自己超前他、啊。这点我要反驳一下中博，就说因为邪念哈、啊，邪念是种恶灵，你知道吗？恶灵它会突然爆发，有时候比方说你可能这一餐饭哦，他总有一个那个生蚝多吃一点。或是酒多喝一点，酒多喝一点，胡椒虾，哎，胡椒虾管了哎，大一点，就是那个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俊哥就好摇摆，好摇摆。讲到这个，刚刚茉莉说男人贪心，上次我说《杜拉拉升职记》里面有一个至理名言。怎么样？各种女人她都要。她说，跟事业成功的女人呢多来往，然后呢跟深刻的女人呢多交心。跟深坑的女人。深刻。你不要破坏老师气氛好不好？然后呢，跟什么？跟漂亮的女人呢握握手。最后还要怎样？跟平凡的女人过一生。她每一种女人，她都想要。所以我说我认同嘛，所以我说我认同茉莉跟徐老师讲的，但是不要因为这样子你们就打扮说红粉知己一概不能交啊，就是看你的理智。刚那个孝淳哥已经讲，后面状况是和状况，我是完全谈都不用谈的。我刚刚一开始就讲说，红粉知己有一个禁忌，就是说你不能够是已婚。对，很容易出事情。男生在人生当中一定还会出现这个，但是今天有男生代表的话，给电视机前面的一个要分寸要拿捏好，分寸很难拿捏啦。最什么时候最难拿捏？我曾经碰过，后来那个红粉知己在啊，那时候有男女朋友，然后在我们在一起十年了，有一天分手了，那红粉知己啊，突然有一天夜里啊，真的趁了几杯酒意哦。他真的就是 K 小兵呢，他突然跟你说，那我们两个可以有机会吗？表白。然后那时候我跨点风，哎，你来变哪里？因为十年来他掩饰得很好，好，他仿佛就是你生命当中哦，他是一个啊，可以跟你陪你聊天，啊，可以陪你散心，他别无所求。而且这个身份的也是可以，而且掉钱300万两个钟头，而且可以长达十年的时间都维持这样的角色，然后可以等到第十年的时候。他突然表白了，可以，他那时候你要怎么办？那你怎么办？那你怎么办？没有啊，因为可能因为他不是我的菜啦。那如果他是我的菜的话，当场的出蕊啊啦，出蕊。哎呦，太幸运！所以结论就是我不相信红粉知己，我骗人的。经过这一集的讨论，我悔悟了。你悔悟了？对，悟到了。辩论辩到最后，然后突然跳槽了，你会碰到了吗？陈哥哎，我觉得人就是人哦，人不要当神，所以呢，还是不要有坏人。对，如果一定要有，不要让你另外一半知道这个红粉知己的存在，因为爱情里面容不下一粒沙子。没错。很棒的分享啊，谢谢师。